左正年和蒋亚义。上来先撵，根本顶不住。空间型、移动型、投射型内线，这是来自于姜伟泽的威胁出现的区域多打少。跟进球位的舒服，防守不行。杨云雪不错，景汉一来了。开场第一次出手的时候，大江就完全不疯，这次还是不疯。我们调整了现场的声音，大家现在听一下怎么样？如果舒服的话，打个一，咱们就继续这么说球了。来自杨文学的侧影，弧顶的侧影，好球。但多嘴说一句啊，朋友们，这是一个三打二，这么做也没问题，支不起这个联防来了。但我们呢，就是不行，一定要传导球啊，发球线得站人啊，高低位啊，两翼得落好，就这种情况。视野不错，再来一个，估计您这个地儿俩了吧，应该。凿一凿也可以，根本顶不了。这种方式是可以的，因为大家看啊，吉林队不收缩，不夹击。你夹不夹？不夹我就干。再打一个，你这联防的意义何在呢？你看有了变化。跟左正年搭档啊，跟开场相比，你看这个后场篮板基本上就不丢了，不像开场丢那两个后场篮板。这么防的话完全防不了，蹲位在这摆着。其实我们刚才第一节就说过了，那你守联防我就一打一，还是第二节的那个好使的方法还是有效果。而且朋友们大家看啊，吉林队开始上夹击了，看转换，景汉一这个摆脱做的是不错的，好球。拿到篮板以后第一件事，哎呀，我没啥说的了，朋友们，真的防不了。哎，什么改变都没有啊，封盖的时候落地收脚都是好兄弟。改盯人了吗？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打性了。开始夹击了，夹击就往外传，传了就投，投了就有。景汉一今天没扯开，再接一个背掩护，打不了。今天四川这个反击的坚决性，我。你第一拍只要不出手啊，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，你第一拍接球，扎扎浩这一下你要不出手，因为你胳膊长，你比